咱三个来敬受上帝话，伫台语和日本《尼希米》第一章一节甲十一节，哈加利亚的经，尼希米的记录，长二十年，其数流血。我伫苏珊的王宫，迄时我的兄弟一个人名叫哈拿尼，甲几下个犹太人来，我对因问到遐个逃脱的犹太人，就是受掠的中间所剩的，甲耶路撒冷的事情。因甲我讲，遐个受掠的倒来，所剩留地的人，伫省内拄着大患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烧了去。我听见这个话，就坐在啼哭悲哀几啊日，禁止祈祷，在天顶的上帝面前讲：天顶的上帝，摇花，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在受辱行仁爱，得听伊尊叹伊的诫命的，我但求你，愿你爱空听，目睭看，听你的罗卜，这点日暝为你罗卜以色列人来祈祷，在你的面前得祈祷。任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阮所得罪你的。我甲我老爸的家拢有罪，阮对你所行的尽在腐败，无遵守你托你的罗卜摩西所命令的诫命、律例、法度，求你记得你所命令你的罗卜摩西的话讲。恁若犯罪，我就要四散恁伫列国中。总是恁若归伫我，守我的诫命来行伊，就恁受管教的人，虽然伫天边，我也要对遐聚集因，带因到我所见，要安置我的逐个所在。当这个拢是你的萝卜，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气力甲大权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爱空听你的萝卜的祈祷，甲这个以爱欢喜敬畏你的名，遐个萝卜的祈祷，搁求你乎你的萝卜今仔日行通。在这人面前得到稳定，那时我做王的纠正。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攻读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一章，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神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愿神祝福行他话语的人。各位兄弟平安，我很不忙，我可以用台湾话来跟你们报告。总是我想，我如果用台湾话报告，你如果听不清楚的话，会漏掉很多的祝福。所以我还要用国语跟人来做一个报告哈。今天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有看到在大门外面也很热闹，那是我们的年货大街啊。不忙哈，大家哈，今晚呢耍一啊，一旦去要看麦，刚有恁一旦合适的东西，我们到到下晡点半结束安尼啦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是除夕，所以呢我们第一堂第二堂的聚会我们照常，那么第三堂的聚会我们就暂停。那么除夕晚上呢照往例我们教会都有一个聚餐的一个团圆的一个晚餐，邀请各位哈，如果你刚好除夕夜没有办法跟你的家人一起团聚，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呀我们家人太少了，没有那个团圆的感觉，邀请你可以来教会6:30啊，可以在教会牧师还有我们一些同工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在这边一起来享受这个团圆饭，一起享受上帝家里面的温暖和爱啊。所以如果除夕礼拜天晚上你没有家人可以刚好不和没办法一起团聚的时候，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那么礼拜一是新春大年初一啊，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在礼拜一的早上9:30我们有新春感恩礼拜啊，邀请大家早点来参加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在新年的第一天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而且呢在新春感恩礼拜的当中呢80岁以上的长者啊，牧师会奉上一个大红包，祝福你今年一年都欢欢喜喜的。那么25岁以下的年轻人呢，我们也会附上一个红包，而且还有小朋友，我们会请人为你们祝福，在新的一年啊开始的时候，来你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呢，新春礼拜的时候呢，欢迎大家能够尽早来参加，在9:30。然后呢，还有一个报告就是，1月21号礼拜六下午，有陈牧旺老师的告别礼拜啊，也邀请大家来参加。圣经告诉我们说，往居上的家胜于往宴乐的家，因为你会得到智慧啊。所以呢，邀请大家来，礼拜六下午2:00啊，来教会参加陈牧旺弟兄的告别礼拜。还有就是，我们的新家人关怀的事工，邀请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第一次来到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可以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以举一下手。哦，你是第一次来的，我知道还有人啊，那边还有一位，我们也给他鼓掌。楼上有吗？啊，哦，欢迎啊，欢迎欢迎。那么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聚完会之后呢，邀请你稍微留步到我们前面有一间很可爱的一间，那是我们的新人 VIP。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那天我听仁一讲，哇，这是好名字，新人 VIP。你们可以到那边去，我们有专人在那边接待啊，让你们了解我们教会的情况啊，也希望能够让你们更熟悉我们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环境啊。所以呢，邀请你们能够来参加，能够留下来哦。那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礼拜一晚上我们有那个新人关怀的课程，我们已经上过2次了，明天晚上还有，下礼拜过年休息，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有，所以呢有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邀请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新人的
新人关怀的这个训练课程，还有就是我们的乌克丽丽班啊，那个小乐器哈。今天等一下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奉献献诗的那位姐妹就是我们乌克丽丽的老师，她会用乌克丽丽来伴奏。那么聚完会之后呢，她会在前面把她的乌克丽丽放在那边，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观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对这个乐器你有没有兴趣。如果想学这个乐器的人可以跟我报名哈，大概就是报告这样子。在周报的第二页的地方，你也可以自己回去看。如果你忘记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下面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任牧师林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今天上帝的话。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在咱的。这部里面有一个红绿啊，吼，这个是咱的新春感恩奉献。台湾人无有感恩节，啊，咱改放伫迄个新春的感恩节啦，吼，新春啊，就是将会切伊是咱的感恩节。我真忙咧，当献上咱的一年的感恩。我相信咱啊是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爱会晓感谢上帝过去一年对咱的锻炼甲引导。啊，所以你会看见上帝稳定默默在咱的中间。啊，期待咱会通啊，将咱一年来对上帝感谢啊来献上安尼吼。不论是你给咱的奉献，还是后礼拜，还是将会初一的奉献，我相信上帝拢会真欢喜来接纳。嘛要鼓励咱吼，咱选举那输的人心内唔免烦恼。啊，足侪人拢未困哩吼，啊未困哩，请加手招吼。爱食安眠药的人吼，最近选举的期间，真侪人伤过头热，所以拢去看精神科啦吼。嘛有真侪人喝甲呾手呾闹着吼。我嘛知影有真侪人安尼喝冻酸冻酸，喝甲手呾闹着。我相信咱的国家为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对这个国家的锻炼甲祝福。所以唔免过头的烦恼啦，吼，嘛免烦恼，马英九会将台湾甲灭掉，嘛唔免烦恼，蔡英文无当选台湾的沉沦，吼，你相信上帝在咱中间会做足侪奇妙的工？我有一个朋友，昨下晡来看我，目睭安尼红光光吼，我甲问讲是安怎啦？那目睭红红，六十几岁啊，那有个红红，伊家讲伊规礼拜拢未困去啦。我讲是，那未困去，伊讲啊，都足烦都选未掉安尼吼。规礼拜拢未困去吼，较早暝选机了啊，佫敲电话互我，牧师你敢会使替我祈祷一下吼？我讲是安怎，完全未困去吼，那会输啦。伊讲伊绝对赢，伊用生命去宣告讲伊绝对赢，啊结果输呢吼。我甲安慰讲不要紧啦吼，咱即马。南部的立委有在增加嘛，吼，对吧？吼，哎，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嘛，吼。啊，咱的绿色的立委有在增加，台湾的平衡力也较大，吼，安尼啦，吼。你讲这立委拢无好啦，不得爱总统。那就不是算啦，那要比算更严重。莫叫世间的俗事，跟咱捆绑，唔忙咱一些人来得到自由，甲偷棒。